美食烹调被称为饮食的艺术，也指特定的烹饪方法或某一地区的本土烹饪习俗。而可持续所遵从的理念，则是指食材无论是产自农业、渔业还是林业，都要以珍惜粮食、不浪费自然资源的方式进行烹制。可持续美食烹调关注食材的产地、生产方式、销售方式，以及如何最终端上我们的餐桌。可持续美食烹调，造福人类，保护地球。